妖爱波子。咁几多之前咧，李克勤先生咧就出咗一首一个都不能少嘅歌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？咁一开头一出嘅时候咧，我就已经拍咗段恶搞嘅 video， 咁啊唱翻嗰个副歌。年月里，有人扶我，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。好难唱嘅一首歌，而最后李克勤先生系回应咗噶，所以喺今次呢个颁奖礼咧，当阿李克勤先生上台嘅时候咧，我同阿五仔系决定乱入，仲要唱歌，唔知道到时李克勤先生会有啲咩嘅反应咧 ？Let's go。我想想大奖2016最具号召力香港男艺人，多谢，请 Michael 帮我哋颁发先。好啦，嗱咁啊，两个奖啦，咁啊有一样嘢好得意嘅，咁啊你就要接触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世界咧就有唔同。以前咧呢、這个世界咧就系、是、你最犀利嘅，而家咧就喺网络世界咧好多人都好犀利，其中咧有两个人挑战过你，你唔知知唔知？佢挑戰你首歌，你首歌又長氣係嘛，又長。咁我今日咧又揾到兩個曾經喺網上面挑戰過你嘅朋友。哇！真係唔好意思。係啊，我哋佢哋再次嚟挑戰你。哦、我哋有請少波子同埋五仔。好啦，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幸會。你兩個咧平時咧就喺電喺個鍵盤後邊咧挑戰啊，黑勤。而家驚到企咁遠做乜嘢你？黑勤好好人喎，你唔使擔心喎。係啊，唔使驚喎。係咯。咁啊，你兩個想點挑戰黑勤啊？嗱，我盡量嘅真身喺度，而家俾你挑啦。係啊，有個真身俾你挑啦，你想點挑咧？冇啊，都係唱下黑勤歌最難唱嗰一段啦。副歌。好啊，你諗住係合作一齊唱啊，定係分開唱啊，定係點啊？波子先好嘛？合作就事成啊！我個合作，我哋不如俾啲掌聲佢哋先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合作，俾啲掌聲佢兩個，平時好少咁拘謹嘅，俾啲掌聲佢兩個先啦。你想唔想幫佢拎呢架嘢啊？我知啊，可以啊！大家好，你啊，好咁嚟啦喎，嚟啊！預備，一，原來。有人扶我，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。当时如果通行无阻，怎去铸造今天的我？一起挡雨，各自渡河，路人熟人同样有人笑，一位也不安。哇！咦，真系得我练咗23年啊！咦，都得喎，练咗好耐啦。好，你想唔想听啊？黑勤唱啊！原来有人，有人咩话写，我唔记得咗。原来有人扶我，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。当时如果通行无阻，怎去铸造今天的我？一起挡雨，各自渡河，路人熟人同样有人笑，一位也不可。Thank you， 多谢，多谢大家。十字明贵，使你讲咩？系啊，系，我一次，我哋三个一齐嚟一次啊，好唔好？一、二、三，原来咦，好嘢，我哋有三个 key 嘅喎。我再嚟一次啊！我系超低。一、二、三，
原来有人扶我，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。当时如果通行无阻，怎去铸造今天的我？一起党与各自都何路人熟人，同样有一笑一位也不可。Thank you， 多谢晒。再次恭喜晒阿卡，亦都加晒两位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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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上山的菜啦。終於回到嚟啦，唔係講笑，好緊張啊！啱真係，係啊，真係黑琴係完全唔知噶，真係，哇，好緊張，即係我百萬估唔到可以現場即時可以捉到黑琴啊！今次攞獎係，哇，好緊張，好緊張，仲係好緊張啫。同埋我啊，其實我唱嗰部分咧係有少少咪，有少少嘴嘅，嗱兩隻字嚟嘅啫 ，OK， 可能三四隻啦，但係大部分我都有唱曬噶。今次呢個計劃咧係大成功嘅。咁亦都希望李克勤先生係唔會嚇親啦，同埋今次我喺現場都見到好多波友咁，亦都有嚟支持啦，咁啊好多謝咁多位，係啦，咁因為呢排天氣好凍啦，大家要小心啲身體啦，因為我淨係著兩件衫咧，出到去都係有少少凍噶，咁啊大家要小心啲身體啦，同埋講個小秘密啦，我喺後台見到許廷鏗，仲竟然原來佢有睇我捉波驚芒嘅片。实在太难以置信啦！我系唔会放弃，继续整多啲好笑嘅片俾大家睇噶。咁啊，期待住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，OK？ 我系波子，恭喜晒，拜拜！最后为表诚意，我再清唱一次。原来有人扶我，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。唔记得歌词添。